人呢就都不知道自己就不可以立的，你一个人的立名啊，就当然要靠自我奋斗，但是你要靠着历史这个形成。那你我就被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的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。所以邓小平同志跟我讲话说，中央都决定了你来当总书记，我说另请高明了，我实在我也不是清明，我一个上海市的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了。但是呢小平同志讲都已经大家研究决定了，所以后来我念了两首诗，叫革命不假生死以心祸不退去，那么所以我就报了。到了北京，我说干了这十几年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，大概三件事：一个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；第二个，把邓小平的理论列入党章；第三个，就是我们把三个代表。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成绩，就是军队一个不能紧张，这个对军队的命运很大的关系。因为我后来又干了一年零八个月，然后在部队待了四五年军委主席，还有九八年抗洪也是一个很大的。但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我主要的我就三件事，很惭愧，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